帮忙妈妈呢？啊，这样就累了的啦，不是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li。 今天我上网买的橱柜已经到了，我好开心哦。就是这个，就是想要换掉身后这个橱，这个是衣橱来的，我们小时候用的。就是因为我们长大了之后呢，这个衣橱就没有用了，就放在外面这里放了很多年。上面其实蛮乱的，堆满了很多零食这样，所以现在就要将这个橱换掉。可以把屋子改造一下，然后可以变得漂漂亮亮的，也是很好，很期待换上去的效果是怎样。好吧，现在就开始组装哦。好，我已经将排好了。这个说明纸呢，缺点是它有点蒙。它每个板都有那个号码，但是它就特别蒙，这样要看比较久。阿若现在正在看戏，看得多么入神，你看我在组装，他都不发觉我。哦，不了念念哦，好累哦。那个收到，要不要试试？要帮忙妈妈呢？真开心。这个，那你要转。好玩哦，要很大力的转。啊，倒反了，转这里，向右转，不要向左转。嗯，对。进去里面的，对，就是这样转进去。妈妈，我坐到这里。啊，这样就累了的啦，不是吧？谢谢你的帮忙啊。他在那边锁螺丝。你看阿龙在那边玩什么？在那边玩我的螺丝。现在我就组装那个抽屉，这边是抽屉来的。好啦，已经组装好所有的抽屉了。红了红了，因为没有电钻，这个太开心了，看它，可以了，好开心耶！现在就是弄这里，最后三个板呢就可以弄好了，或者弄蛮长时间的。弄好了，这个橱柜真的太漂亮了，很好看耶。不知不觉已经做了整两个小时这样，然后现在就要准备点心给阿伦吃。现在我就将这些清干净，将它清空之后才搬走。刚刚在那个橱里面搬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些，还有两个抽屉我直接拿出来，这里还真的蛮刺眼的。这里好，现在就要移开这个橱哦。那个墙壁好像真的蛮不错哎，那个颜色，每次的话应该要涂漆了。这里现在就要将所有这些放进这个橱柜里面，太乱了。
经放完了刚才所有的东西了，零食区就在这里啦。虽然搞了几个小时，但是蛮满意的，看起来就会变干净了，简约了很多，就不会这么乱了。放了就是这样了，但是是有点晒，等下呢我会放一个窗帘，那个太小了，所以可能就放在这里而已。现在我爸爸帮忙，装一个手把就好了。当场舒服了，不用这样晒了。你看阿伦在这里，但是这里是还是很广的，但是已经解决了这一大半的光，真的很不错。放了肮脏衣服又很乱，现在暂时是这样。舒不舒服啊？我终于忙完了，哇！我忙了已经有四五个小时了嘞，又将这个旧的沙发拖进来的，太累了，整身汗了。哇，你整身汗了也是。好啦，终于已经弄好了，就给你们看一下下是怎样吧。好啦，我的影片到这里哦，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们，还有按下那个小铃铛哦。如果有出影片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看得到哦。好吧，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阿伦整身汗了，阿伦讲拜拜呀，拜拜，拜拜。